那个，你说你大嫂结婚的时候，我瞅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我真想，我一寻思，挺好的，这个岁数大点儿，大点儿还无所谓是吧？我一寻思四方大点儿的，到咱家还挺会来事儿的，还挺好的。哎呀妈呀，没寻思他妈是过几年他妈变了。这他妈显原形了，这啊，脸变到刀条脸了，妈得翻过脸还能变成刀条脸。你家这个儿媳妇行啊，个个都是大方脸。哎呀妈呀，儿媳妇，我说啥你不要心虚啊，我说你大嫂呢。啊，嗯，还挺能干的。你这嗓子挺好使。哪个嗓子？这个嗓子。哪呢？啊，金丝嗓子。嗯，你以为我是啥？你看花花又趴我沙发了。我看，这哪是你俩看出来的？这不都是土吗？这你奶刚才坐半天了，这还有土呢。啊，你奶都拿屁股蹭一圈了都。啊，那还有。嗯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到时候你奶自己就擦了。行。我跟他说，他还不信呢。花花不趴，不趴，都蹭到屁股顶了，还不擦。我奶对花花是绝对的信任。嗯，花从来不趴。我说那顶那爪印儿和那腿，还有那个那土，还有那毛，搁哪来的？谁让的？那爪印儿那么明显，一大堆。奶说那不能。嗯，不能是。不能是。心眼儿要说，要人说那玩意儿，心眼儿使大劲儿就是傻哈。你奶是善良。使大劲儿，那使大劲儿了。哎呀妈！咱俩吃黄瓜，又有个黄瓜。嗯，黄还有还结呢。哎呀，马上快半圆了，我看。没了。花花姐多了，过两天就快半圆了，你看。一下霜就完活了。嗯。还搁那干啥呢？这花大姐。你家那山墙那花大姐多不？啊！我说你家那花大姐多不多呀？哎呀，怎么的了？这家伙？一家不容易，多不？也多呀。现在还已经这两天差一点，刚来。刚来，嗯。过两天该多了，月下霜。这玩意儿可真烦人。嗯。这玩意儿可真烦人呐，这花大姐。烦人的话还咬人呢。嗯呐。你怎么玩老鸡脑了呢？要正着下山弄呼呼的。那我记得他年年好像多少还不一样，这玩意儿有的赶年头多，是老多了。嗯，完就守石头狼的人多。嗯嗯，他得那阳面吧？嗯，越阳面。完了，越守山根石头狼子。越守山根石头狼子。嗯。烦人的嘛，还咬人。你吃那嗓子了吗？对了。你吃那嗓子了吗？啊！我说你吃那嗓子了吗？吃嗓子。嗓嘛倒了。嗓子。不知道啥子。就是不是嗓子，是嗓子。一条一条的，就是那像炸的那个面似的。哦，你尝尝。那个，阿好，回来吧，儿子，快点的，给你太奶累着了。给你，我给奶拿一个，看看吃。啥玩意儿？傻子。哎呀！傻子，他叫傻子，傻子。吃完我儿变傻了。咸口的，啊，硬劲儿的，像咱们一样。嗯。能咬动是吧？能。酥的。鸡酥。啊。他这个比我在市场上买那个酥，哎，比那个软，比咋说呢？这还行，挺好吃的。在市场买那个硬是吧？嗯。市场的硬，它这就是主市场的太宽了吧？这不硬，宽倒不宽，就是硬。这个可那啥了，可脆上了是吧？嗯。完还不硬，咸口的还更好吃。嗯，咱吃那是甜口吧？嗯，
嗯，比甜口的好。我记得咱平时吃的是甜的。嗯，我记得好像是。嗯，这个是咸口的。这味儿还挺香。挺香啊。它这是哪儿产的？福建产的是吗？福建产的，它这也挺好吃。徐州。徐州吗？挺好吃，挺好吃这玩意儿。他那这我吃下，他还跟他吃。嗯。吃吧，吃吧。你那手在干嘛呀，儿子？刚才抓沙子呢，吃吗？一小嘴，啥子都吃。回来呀，帽子摘了又热，还长视线。嗯。干啥去？你要干啥去？呀。嗯。你要干啥去？儿子，看谁来了？儿子，看谁来了？我看奶。妈去了，哎哎！哎呦天哪！说你家这个门呐，哎呀，干啥嘛？动过墙爬的？这你家这门得会我长得苗条，要这要戳进不来呢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，真热呀这天！小石头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啊？这晃的！妈，今天热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有坡上来！哎呀妈！今天这今天挺热呀！来，今天好吃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是你那剩的还吃啥？拎个鸡蛋呢？啊，不是鸡蛋，给你吃傻子，让你什么玩意儿？特别是鸡叔，这你能咬动？吃剩的我也不上麻花呀。嗯，鸡叔的。那刚才得搁嘴里头过好几遍。能吃，还有咸口呢，好吃。买。哎呀妈！酱真挺好吃。嗯。真香，这么香呢？嗯，这香不花钱还不行？啊？不花钱还不行，这把头回吃这么香，鸡叔的，嗯，到时候你过，你别吃了，给我留在那屋。那我还吃点儿呢，嗯，你看你吃，你给他干啥？你就自己就你要么小众吃呗。那我让他尝尝呗。这玩意叫啥呀？傻子。傻子。嗯。是挺好吃的，正适合我这牙口。吃吗？嗯，鸡叔的啊。你还有牙吗？你有。好吃。你没搁嘴咬啊？谁能下嘴咬啊？弄一绺啊！妈，整那玩意一绺，我都一根一根吃。哎呀妈！我搁哪买的？你还是一把一把吃好吃。多少？多少钱呢？你再回来，你给我买的。三十多块钱。哎妈！多少袋啊？一袋。你再来，你给我买个二十袋、三十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要卖呀？我吃卖，卖谁？你买呀？你要。能吃了吗？你要买的话，我给你个批发价，二十。我开始。二十，你现在头一回吃啊？那你说好不好吃？好吃是好吃，那你天天吃啊？嗯。那没啥事，搁家嘎子牙。也行。硬的我吃不了，这个好吃。这是。你干啥呀？拎那一兜子。泡汤吃呗。泡汤？这哪能泡汤吃？妈！你啥你都能泡汤？我吃饼泡汤。为啥不会吃？啥泡汤？你要拎啥？是大米粥还泡汤？锅。真泡，嗯，什么锅呀？他说是什么钢什么零四的钢锅，零四钢锅，嗯，不知道他说什么零四。不管哪个锅不叫什么锅。买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不是买的，人家给的，白给的。哎呀，又哎，那还那啥，那个传、啊、传又白给的。什么玩意儿？传什么玩意儿？白给的。哎呀妈，那锅老好了。拿这个干啥呀？啊？拿这个干啥呀？拿这嘞，哎妈呀！给你要我不是说我要我就不拿上来了。我们上哪了？上那个市里头了吗？嗯，挺远呢，坐车去的。你不也该里吗？不又跑市里去了又？你人那什么，他那个人家那个人这人家这个啥，这怎么说？你说？就给东西这些人团伙，团伙，那叫啥？犯罪团伙。那叫他爸搁这块待两天，上别地上再待两天。人妈，人就上那高级地方啊，打一枪换个地方呗，就是。就上那高级饭店去。总给一个地方，怕被抓着。他也不安全。啊、那也没犯法呀，那抓啥呀？那他怎么老跑呢？没犯法的骗人。那谁知道了？人他就可能就是搁这嘎待，人都买或者给够了，完了再换个地方，不有新鲜人吗？新人们，换地儿你们上哪知道去？来通知啊！你去这第二天他就告诉你明天俺们要走了，到上哪上哪完，你明天坐车
或者离得远都坐车去。哎呦妈，还都不接呀、啊，都啊？不接。哎呀，那你们这白给你东西还能接？待遇不咋地。还待遇不咋地？反正我也是有那个坐公交也有公交卡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啊，你行啊。哎，可好了，你听。我给你打开，我看看。啊？啥锅呀、啊？你看看，我搁那啥。气跑了，哎呀妈，还双层呢呀，哎孩子，看，啊，这挺好的，什么锅？蒸锅呀？这还带屉的呢，看，啊，是不？那这玩意儿，这就白给的啊？反正，那你有这好事，你领我也去呗。花多少钱呢？白给的。你没花钱，没花钱，白给的还会花多少钱？去这话说呀？你说你。没有那好事儿，不是什么玩意儿，不是。那你去啥也没花就白给过，那可不是白给怎么的？那白给多少？要他呀？那你这让你去你不去，什么商量不去？这锅不能烙饼哈，这烙什么？不能烙饼，人这就蒸屉煮个汤啊，煮个粥啥的行是不？就这么的，你让你去你不去，你成天。就没福的样啊！完，到时候这拿给完之后，你用不上，给俺送来了。没有，我搁那么不市里，我不离你大哥近吗？完了分完了，俺们就散会了吗？嗯。完了，我就寻思，我离你大哥近呢，我寻思我给你大嫂送去吧。你说我还拎着回来哈？嗯。你说这当老的吧，就老建总就这么来的。你不管人家儿女怎么对待我，你说这当妈的吧，你就不记仇，就不记仇。你说有啥东西还惦着呢？嗯。我寻思。我先给你大嫂啊，你看，可以、嗯、是不？挺好，挺好，薄厚也行。嗯呐，这不白给的，咋说的是不？不花钱，不是，不是那么特别厚啊，不是那么特别厚，不特别厚啊。嗯，哎也行，白给的，你知道吗？嗯呐，这锅呀，只得值二十块钱吧？啊，得值二十。值二十块钱，那卖你呗？怎么呢？不是卖给你呗？你给我二十块钱。我不要，要完我家有那个大勺啥的，我也用不着。我寻思，那炒菜啊，不炒菜。我不要你白得的，你还卖我二十？那你不说值二十吗？那你要值二十，你就给我二十块钱。我说他新的，你拿家用的。我不要，我要那玩意儿。这你就给不要了，白给你就要了。那完了，我就寻思上你大嫂家，给你大嫂送，是吧？嗯。我都走他家楼下吃了呢，太咸了。没吃走到他家楼下了，完我寻思，怎么越寻思越他妈不是滋味。我你记得不能吃了，那不是小孩吃的。你记得那回上回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从老姨来那回，嗯、我不去了吗？上他家吗？嗯，赶上了，这家伙就他妈的，我一寻思那叔，我就来气，我妈寻思我不给他，我妈拎回来，寻思我妈又回来了，都到他家楼下了。你有啥来气的？上次你不，上次不还给你吃那啥吃烧鸽子呢吗？烧鸽子你，我们去一趟，他妈那鸽子没了，他妈赖我。赖我偷的，赖我不就你拿的吗？那谁拿他那玩意儿的？都让他老姨跟他老丈跟你大哥他老丈母娘炫了，他可能是什么俺们上俺的说我嘛。你说他哥那么大，那还扛吃？那你那俩人他妈的一个人他妈十个都能啃的。我一寻思他那个粗啊，他妈就来气。来气你还上人家溜达啊？我不是溜达，我这个我不说给他送过吗？完我走到那嘎，我又想起这事儿，我就回来。啊，你走一半就回来了。啊哎呀，你说就寻你大嫂那出，我就回来。你说你大嫂，你张叔，啊，你说那个，你说你大嫂结婚的时候，我瞅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我真想，我一寻思，挺好的，就岁数大点儿，大点儿还无所谓是吧？嗯。我一寻四方大点儿的，到咱家还挺会来事儿的，还挺好的。哎呀妈呀，没寻思他妈是过几年他妈变了。那他妈显原形了，这啊，脸变到刀条脸了，妈得方方脸还能变成刀条脸。你家这个儿媳妇行啊，个个都是大方脸。哎呀妈呀，儿媳妇，我说啥你不要心虚啊，我说你大嫂呢。啊，嗯，完了你说的他妈的，你大嫂你不是说我讲去，我当老婆婆讲。你说要上要是干啥呀？这我要去，别说我去，就是咱家这头亲戚人去。你大哥都那味儿，脸呐、啊，那你成那老脸低了猪腰脸，一炉子可难看了。那出，你大嫂更别提。你上人家少吃榴莲了？我去几回，就去一回两回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说你大嫂那样，反正你那我去呀、啊，吃东西那被子我吃，跟他老姨跟他妈他坐一堆吃。再一个呢，
要逢年过节啊，你看着那家伙要上他家那头亲戚，就你大嫂他家那头亲戚，啊，大包小流的，那都妈四五十样四五十样的，哎呀，那家伙，哎呀妈，那可喝出来了。啊，一回娘的就往死拿。嗯呐，你是往这头拿，哎，就给我从来没表示，你看不着。啊，巧了哈。我说你就说这是过日子人，那他妈败家呢，你家趁啥呀？哎呀，你可别说那话，人家正经挺趁的。不是那倒腾大穷呢，他妈有的都往娘家倒腾。人、哎、家有那条件，你没招过。过日子了，你倒腾没倒腾人过日子呀？越倒腾越富，我看人家。哎，你别说这玩意儿，好像犯说的，真的。啊、你看你我嫂子，你娘家倒腾东西是没少倒腾，确实。你说那话我看了。年年一过节，过年过节什么酒啊、月饼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是不？没少倒腾，可能倒腾了。关键人家日子越过越富，你这玩意儿。那明天我还得多倒腾点是吧？啊，完了咱俩好早点富起来呀。哎妈呀，你可别像你大嫂似的，那你还长没听说还越倒腾越富呢？那你看人日子就越过越富啊，你没看着吗？越过越富，你现在房子都干四五个都，我这一个还没有呢。要说这玩意儿。该少了，那你要是少拿点，你不加存的更再更多一点吗？你那倒腾那些玩意儿，那得多少钱呢？那能来，你给他备个糖吃，不是那叫什么呢？什么舍得那个，你给他说一下子。啊，你倒腾你不舍得吗？看，你给人家，人家是给你，你看舍得不舍不得。你看，不是那你这辈子你净舍了，谁你得啥了？我咋没得？咋没得？那可不，都孝心。妈呀妈呀，都挺好。这家伙，你看，他可能会那什么？哎呀，孝去吧。孝是。你大哥，我跟你说，这都祖辈传。记住这句话。那说。你舍得舍得。那可不是那回事儿，还舍得、嗯。你看看，我有舍才有得呀。现在舍，那弄你没有人家都。你舍是舍，你不能说那玩意儿那么舍，把家恨不得都么搬给人家了，还舍呢？你那玩意儿就是该给的给，不该给的谁也不能给。哎呀妈，没看那么给，我头回看着我。